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闻佛世尊说上诸苦，宜加舍心，莫生放逸。相与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，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。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，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，一切众生广集十方一切地狱，现受当受无穷无尽一切众生，等宜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过去七佛，南无十方十佛，南无三十五佛，南无五十三佛，南无百七十佛，南无庄严劫千佛，南无贤劫千佛，南无新秀劫千佛，南无十方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十二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十方尽虚空界无量形象，优田王金像、旃檀像、阿育王铜像、无中石像、狮子国玉像、诸国土中金像、银像、琉璃像、珊瑚像、琥珀像、砗磲像、玛瑙像、珍珠像、摩尼宝像、紫摩上色阎浮檀金像。又复归命十方如来一切法塔、一切池塔、一切牙塔、一切爪塔、一切顶上古塔、一切身中诸舍利塔、袈裟塔、持钵。